年关将近，彩券行买，希望人人都想求个偏财好过年。但您知道吗？想中大奖可能是长这样的人。 猜猜公布去年和今年500万以上中奖人面相共通点就是一字眉、蒜头鼻，还有樱桃小嘴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让我们按图索骥，找这样面相的人。大眼睛，圆形脸，我有得过那个四五千块的奖。脸圆圆，还有眼睛大大的吧，还有鼻子。 算头鼻，所以有中过头奖过吗？没有啊。有人说准有人觉得参考就好，但这位彩券行老板从圆脸一字眉大眼睛到蒜头鼻和樱桃小嘴，可以说是完全符合中奖人面相条件。应该差不多呢。人大概人我拢甲我讲，我足福相的啦。我的相关差不多第二十几万尔啦。经营彩券行15年，老板看过形形色色中奖人，对于中奖面相也有心得。阮这已经做头差五年啊，啊，所以讲说经过这人客哦，大部分中奖的，会使讲头百分之九十以上拢头会这种型，面安尼四角形啦吼，啊圆圆安尼啦，啊耳啊大大安尼，啊迄目白吼，安尼算做较嘿，等于像伊咧讲安尼一字眉迄种型的。 最具偏财运的面相到底准不准？民众看法两极化，但能不能中奖，恐怕还是运气成分居多。记者刘一清、吴梅轩高雄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